你推理的时候都是靠线索跟逻辑，有没有靠直觉的时候？有，其实经常有，但尽量让自己不用这个方式来去猜人，因为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逻辑性的东西，让观众能够看懂。对对对对，你觉得自己直觉准不准？及格吧。我有见过一个95%以上直觉准的人，永远玩这个游戏都裸点三以上。谁呀、啊？杨幂，她玩这个游戏玩得太厉害了，就是她的直觉是我见过最准的。